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骏，今天跟大家讲一个关于甩头发的问题，所以一定要听。根据统计，香港每四个男士就是一个受到脱发的困扰，而且最大的问题是开始有年轻化的趋势，甚至有些二十多岁开始已经有受到脱发的危机。脱发的成因有很多，基本上除了一个遗传方面的问题，最大机会就是压力、饮食习惯、睡眠习惯、失眠，甚至乎去到这个洗头的方法呢，都会影响到你会不会有机会有甩头发的情况出现的。至于解决的方法呢，咁有机会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个饮食啦，有些是食药啦，咁有些呢就是用啲防脱发的药水啦，咁有些用加强生发的生发水啦，咁有些去啲生发中心度做手术啊，或者做治疗啦，咁另外有些呢就是用不同的器材去帮助这个防止脱发或者增加生头发的能力的。至于今次要介绍呢，就会用了几个月的 Eye Helmet。那为什么会介绍它呢？就很简单，因为真的有效，还有它真的简单方便易用，兼够有效，重新一次是有效。至于关于其他方面很基本的，譬如拿那些、美国 FDA 认证、CE、CFDA 或者临床实验验证证明那些东西呢，我就不在这里讲那么多了，那些你自己按着link给我看就可以了。我讲回这个是最重要的。简单来讲呢， Eye Helmet 呢就有两种型号，一种是36盏灯，一种是88盏灯，都是全激光头的。咁啊，视乎你甩头发嗰个情况有几严重啦，咁啊适合用边只，咁啊自己去拣啦。至于话方便嗰度咧，就因为可以直接插电落去啦，就唔使好似有啲产品咁啊要掹住条线啊，好似叮叮当啦咁样，咁就可以方便戴喺度咧，一边做嘢一边戴住去做治疗，咁就非常之好啦。咁同埋咧，佢嘅设计咧系方便亚洲人嘅头型啦，加上嗰啲小配件咧可以调节翻个头型嗰个 size 嘅，咁戴上去咧会更加舒服，同埋更加方便。打機啦、睇戲啦、做嘢啦，都戴住就一啲問題都冇嘅。至於用法方面咧，亦都係非常之簡單嘅。後面個開關掣長撳佢開著咗，會有語音提示。咁我而家咧係未有燈嘅，咁只要一戴上去咧，佢就會語音提示話俾你聽，而家開始噶啦。咁成個療程咧，每次係30分鐘。咁呢部機咧，每5分鐘咧就會提示你一次噶啦。咁會自動去到30分鐘咧，自己會熄咗佢嘅。所以非常之方便，亦都安心嘅。咁做一樣嘢更加好咧，一除落嚟嗰陣時咧，佢會自己熄咗嘅，亦都話俾你聽暫時停咗嘅。譬如有第二啲要做啊，要行開行埋啊咁樣。好啦，到你戴翻上去嗰陣時咧，佢就會自己繼續翻。所以保證咧，你要做足30分鐘嘅。而每次插電咧，就可以用到2到3次左右啦。而佢會建議咧，一個療程咧就每星期用2到3次。如果純粹為咗係愛嚟保護啊、維護方面咧，就一個星期用1次咁就 OK 噶啦。咁當然我會建議大家，既然有咗依樣嘢嘅話，梗係盡量長期使用啦。佢嘅 LLT 激光咧，主要嚟刺激翻啲細胞增長啦，修護翻啲頭皮嘅組織啦，之餘咧，仲可以幫你活化翻啲毛囊，我嚟刺激翻啲頭髮增長嘅。簡單啲嚟講咧，就係我嚟幫你啲毛囊去充電，令到你啲頭髮咧更加健康。我用嘅時候其實有咩感覺呢？其實用嘅時候好簡單啫，只有少少微微嘅暖暖地嘅，咁啊冇乜任何嘅副作用，我到而家都冇。咁我用咗大概3到4個月到啦。咁點解會用呢？其實我舊年開始咧，因為工作嘅關係咧，好多時化妝啊，俾人用我整頭嗰陣時咧。就開始幫我填翻啲位嘅，咁就係其實我問佢發生咩事，佢就話開始覺得我啲頭髮有啲幼，有啲薄，咁就我同佢朋友講開咧，咁佢就介紹我嗌我試下用呢個嘢，睇下會唔會有幫助。咁用咗 Eye Helmet 之後咧，3、4月之後咧，咁我自己都會明顯地覺得咧，我啲頭髮係厚咗嘅，即係濃密咗，啲頭髮同埋粗咗少少。咁亦都問翻啲髮型師咧，其實俾我嘅感覺都係一樣，佢都話俾我聽咧。覺得我啲頭髮而家相對會粗咗少少咧，同埋成個感覺咧就點講，好似個 volume 會厚一啲咁樣，咁所以應該已經睇到效果啦。另外咧就是、目測一個好緊要效果咧，就係、是、我洗頭嗰陣時候，即緊個格嗰度嘅頭髮咧個量咧，我係明顯睇到少咗嘅。咁即係話俾我聽咧，就係、是、我脫髮嘅情況係少咗。咁其實脫髮情況少咗，相對即係我頭髮多咗啦。咁所以話俾你聽嘅效果真係好好嘅。同埋好似之前咁講啦，我就係覺得另外一個好偉大嘅嘢咧，就係用嗰時好方便，因為冇啲線咧，我叮叮噹噹楞住曬咧，我打喺個頭嗰時咧，我方便去做第二啲嘢，甚至乎我做運動都仲得。咁唯一我諗真係唔得嘅就是做跑步機咯，就算我去舉啞鈴啊，我做 sit up 啊，我做其他嘢都完全好方便。咁呢個係我完全要加分嘅一個地方。
其實講真咧，出邊有好多唔同嘅器材，方便誒幫啲人去解決呢個脫髮嘅問題。譬如有serum 啦、洗頭水啦、激光梳啦、激光梳真係好勁嘅，聽落咁啊！加上咧就好多類似依類咁嘅頭盔嘅器材嘅。咁我自己咧其實都做過唔少嘅資料搜集，我先至決定用呢個 iHelmet 嘅啫。咁嘅結果咧亦都冇令到我失望，甚至係好驚喜嘅添。點解咁建議大家用 iHelmet 咧？其實咧，我發覺唔論男女啊，而家好多人咧受到呢個脫髮嘅問題去困擾嘅，無論係工作上面啊、社交上面嘅個人形象上面咧，最大問題影響埋自信心。咁呢個覺得係真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甚至乎而家嘅女性咧都多咗呢個問題出現，特別係產後嘅時候，所以我建議大家去嘗試用下 iHelmet 嘅。所以我覺得真係唔好諗咁多啦。無論你係覺得有依個頭髮問題嘅擔心咧，有依個跡象咧，或者係甩緊頭髮咧，我覺得即管要去試一試佢嘅，因為只係兩三千蚊，早買早享受，早啲開始預防同護理同埋去救翻甩頭髮依個問題咧，我覺得點都係值得嘅，總好過到你已經甩曬頭髮之後嗰陣時先用幾萬蚊甚至十幾萬，仲要做手術之後機會去救得翻頭髮好啊！今日分享嚟到呢度啦，咁啊详细资料咧，大家揿条 link 嗰度睇就 OK 噶啦。咁希望嘅分享帮到大家。最后一定要多谢 Fitbox 嘅赞助，我自己咧就一定会继续用落去噶啦。希望下次我会介绍其他新嘢俾大家。好，拜拜。